自分の内面がすぐ出ちゃうので、気持ちを込めること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とやっぱり息はお腹の底からこう出すように、お腹の底から常にもう体全体で吹くっていうのを一番基本にしてます。もうこう加えたらもうここまで、お腹の底から息出さないといけないので、ここまでが楽器だ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そういうつもりで体全体で吹く、心を込めて息を入れてあげるっていうの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もう僕曲考えるときに、もうメロディーが浮かんできたときには、もうどの笛で吹くかっていうのはもう頭に最初に考えます。あ、このメロディーはこの笛で、この大きさのキーでまずっていうのを頭に入れて、その後、音域狭いかその上が出ないっていうのも頭に入ってて、そで持ち帰るところをもう自分の頭でも考えてて、ここから上は持ち帰る、で新たなメロディー、高い方のメロディーに行く、そういうことをもう最初からも考えてます。もう笛がいくつも頭の中にあります。なので持ち帰るタイミングをいつも考えてます。いつも笛を最初の10年間のほど作ってましたけど、あくまでも演奏家の立場から要求をたくさん入れて作ってたってとこがあるんですよ。だから笛もう作るところから音楽、僕の音楽はこの笛を作るところからすでに始まってますね。で、あの時のフレーズ、あんなフレーズが吹け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なと、この笛自体にもそうだけど、それは笛がダメであれば自分がどこまで気持ちを込めてこうすればもっといい音が出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をずっとやってましたので、やっぱ一番人よりも負けないところっていうのは、もうその最初の10年15年20年ぐらいやってる中で、もうほとんどこのオカリナとずっと一緒に過ごしてきたっていうか、そういうもうオカリナイコール自分も一体化してるっていうかね、それぐらい、まあ始めた頃っていうのはもう命がけって言うと大げさですけど、なんかそういう命をかけられるかどうかだと思いますけどね。その辺はもう自分でも他の人には負けないものはあると思います。所以技巧上的东西，但是很多人都模仿小提琴了，比方说拉小提琴的流浪者啊，拉什么这个查尔达斯等等这些小提琴的一些比较高难度的曲子，二胡也在模仿。那这个是一般技巧上，确实是因为二胡只有两根弦嘛，如果完全模仿小提琴的话，确实是有很多困难。可是有很多人还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我想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对于同样一种旋律一种解释，这个种解释呢，包括音色，也包括节奏，更重要的我想包括主要是在一种音阶的一种解释吧。因为中国的传统音乐的音阶呢，根据地方不同呢，它有些变化。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广东音乐的西，哆来咪发嗦拉西，这个西呢就比较低，可能发呢它就高了一点点。所以中国的传统音乐往往跟这个西洋的音乐的音阶本身有些不同。在我在日本演奏比方说比较现代一点的音乐的时候呢，往往是如何去解释这个音阶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的二胡的这个构造决定了它能随心所欲的演奏很多装饰音，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滑音了。但是我想这个滑音为什么用的这么多呢，主要是还是受一种语言的影响吧。因为语言里面，我们中文里面有四声，比方这个四声上扬还是下顿的话，这个直接去演得格格不入，有这种感觉。所以在关键的时候如何去使用这个滑音，如何能把自己的二胡演奏的技巧和这个特色融入西洋音乐里面，这个可能还是要更多的去尝试的一个方面吧。我想呢，乐器本身呢需要很多技巧，可是呢技巧并不等于音乐。所以呢我自己也写一些作品了，这个我自己的作品呢一般写的不是特别复杂，注重它的旋律性，当然也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是不是能够脱开原来我的这个就是说自己所原来就具有的就中国的音乐这个性哈，把它能不能稍微离开一点去写一些旋律作品。可是
我尝试了很多次呢，我毕竟还是生活的环境，从小长的环境，还是我的血液里可能就有中国的传统的东西，所以故意的要离开这些东西，我想不是很聪明的做法。那么呢，我自己写呢，就是我自己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呢，能跟日本的作曲家去合作，请他们来写一些二胡的东西，以他们理解到二胡的音乐呢，以他们的感性去写二胡的旋律，这样可能更能够把二胡这件乐器呢，不仅局限于就是中国这个音乐这个范围之内，第一个是有跟日本作曲家的合作，第二个是跟日本音乐家的合作，演奏家的合作，因为日本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演奏家，和他们合作的时候，我也能够受到很多启发，比方说有些乐器可以有一些即兴的演奏啊等等这些，而且是感受一些就是原来在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的这种节奏，可能我想把二胡推向更新的阶段，我自己所谓更新的阶段吧。我想除了搞中国音乐的人，还要更多的发挥其他的这个音乐家的其他这个国家的音乐家的这个重要的作用。